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谁？我是林木万李木。今天我邀请了我的好朋友木万的小酒高同学。过来。那我们过去吧，我们一起去见证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。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英租万高清泉。我们今天要一起玩欢乐谷去挑战刺激，走吧。对，走。快点。过山车今天还开吗？那没开，今天上午没开。干嘛？要跟这么远吗？我的手。这是我们老家的。在哪儿啊？我们到出口了。你要看什么？那个树的那个。那应该高高吧？这个桥怎么去吗？哦，这个桥怎么去？好险！哦，我看到了。好不容易啊，北方。你看，才5:40，这关了干嘛？开心。哇，快走！哈哈。好难走啊！你往前面那边绕过去。天气啊！啊，我腿疼。来吧，来吧。苹果也会叫吗？今天？我当然会叫，会哦。哇，好好玩，是有一点快。我走啊，开心愉快的一天。一个没有奖品。
头一个没有奖品，我刚投进四个以上。投进三到五个。去了不是假的，不怕，这啥可怕？我真的怕。小主还是回来了，不能离开我好吗？可以吗？啊，不能离开我，走吧。有 NPC， 啊，有 NPC。哦，不喜欢。姐姐哥哥们保护我们。我也很怕，但是我在吃东西就还好。啊、差好高的一个，擅自闯入者，后果自负。可是要出去，我只能。好黑呀、啊！哎呀妈呀，吓死我了！我，哎呀，这个地好恶心啊！哎呀妈呀！这人不会就是就这一个吧？他好无聊啊，这里。小九说他自己怕，就跑到最前面去了。大叔，他后面在给我报仇，他撞了我之后说：“别老撞我。”有一个穿蓝色衣服的，就是他，他也撞了。
后方还格外来实在的机械朋克绿装活。